上一集说到，很久以前，帕拉纳西城叫做布帕瓦提城，有一位国王叫做独立王，有一位太子名叫詹塔王子。他不但是国王的助理，也是位能干的王子。王子对百姓充满着慈悲和热情。那时候有一个叫做甘塔哈拉的婆罗门，他是一位国师，负责教导国王法典。后来国王任命甘塔哈拉婆罗门作为审判官。有一次在审判时，原本一方是对的，另外一方是错的，但甘塔哈拉婆罗门却做出了违背正义的裁决，让这位无罪的人被判成了有罪，让这位无辜的男子非常生气，认为这次判决不公正，做错的反而赢了，做对的反而输了。当这名男子走出审判堂后，遇到詹塔王子正要去觐见国王，所以他赶紧跪拜在王子的双足面前，匍匐在地面上哭泣着。詹塔王子问他哭泣的原因，这位男子就把自己被判官欺负的事情详细地说了出来。原因是甘塔哈拉婆罗门收取了对方的贿赂。詹塔王子听了以后，就带着这位男子回到审判堂，并且再次传召跟所有此案有关联的人回来，由王子亲自重新审判。民众之前看到那位男子走出审判堂时边走边骂的，所以当他们知道詹塔王子要亲自重新审理这个案件时，感到很好奇。这个消息立刻传开了，大家跟着这位男子再度走进审判堂。这时聚集了许多的民众，他们都想一起聆听重审的结果。当各方人士到齐了，詹塔王子就开始重审这个案件。由于王子的判断力很强，所以审判不久之后就能够很清楚地了解谁对谁错。王子按照事实来判决，让做对的人获得胜利，而让做错的人接受国法的制裁。一起聆听审判的民众都高声欢呼起来，赞扬王子的办案能力。后来民众就把这个事情给传扬出去了。听到这个案件所有的症结后，欢呼之声响彻了整座城市，赞扬王子声浪之大，令独立国王听到了。国王好奇地询问民众欢呼的原因，当知道这个欢呼声是来自于全城的百姓，是对王子公正的审判感觉到欢喜所发出的赞叹之声后，国王听到以后也对自己的皇儿感到自豪而高兴。而詹塔王子审判完案件之后，就继续出发去觐见独立国王，如同每天的作息一般。王子向父王行礼之后，就坐在适合的座位上，也就是不面对面，而是在适当的距离旁边坐着。当国王问起关于民众的欢呼声时，虽然詹塔王子很明白民众是因为对自己公正的审判而感到欢喜，但心里一点都没有傲慢的心态。王子依然维持着平常心，这是因为王子他累积了无数世的忍辱波罗蜜，使他对于毁誉事件都不会感觉到欢喜或生气。之后王子用平常的语气把详情禀告给父王，国王于是下令说，这样的话，从此以后你就来负责把各种案件公正无私的审判吧。从那时候开始，国王就让王子担任了审判官。如果是一般没有道德心的人，例如没有忍辱法，也就是当听到别人赞美自己，并且自己也因为做了好事而获得地位与权力时，往往无法控制心中的贪恋，就会沉迷于权力，而把它用来作为只利益自己的事，很少去做利益民众的事。但
这塔王子却不一样，他认为从此以后自己将会把新承受的权利好好的为百姓排忧解难。因此地位高跟权力大的人，如果能够善用该项权势，而能够慈悲地帮助民众，他将会得到所有民众的爱戴。因此詹塔王子的行为使被打压跟欺负已久的所有市井小民都获得了公正而平等的被对待，让百姓们更加敬爱这位仁慈的王子。这个事件发生的同时，另外一方面，因为王子获得国王的赞赏与信任，使曾经拥有该权力的婆罗门丢掉了官职，失掉了利益，这令他很生气。这个人就是滥用权势的甘塔哈拉婆罗门，失去曾经拥有的权力之后，并没有令他反省以往的过错，反而增添他心中的妄念，包括失去利益这件事情让他感觉到很生气，就好像被刀子插入心中一样。他对阻碍自己获得利益的人，从生气的程度快速地演变成为仇恨。这种情况不止在那个时代才发生而已，这是在每一个时代，包括现代跟未来也都还会发生的。只要人类心里的烦恼还一直存在着，就可能与日俱增。至于甘塔哈拉婆罗门被烦恼控制了整颗心，直到他的心完全黑暗之后，他会对整个皇族，尤其是詹塔王子带来什么样的害处呢？敬请稍等一会儿继续观赏。前面说到，詹塔王子重新审判了案件，由于王子的判断力很强，所以判断不久之后就能够清楚地判断出谁是谁非。王子按照事实来判断，让没有做错事的人赢得了胜诉，而做错事的人则必须接受国家法律的制裁。这个结果使得大众欢呼起来，欢呼声浪响遍了整座城市。独立国王听到了以后，问起大众欢呼的原因，当他知道了所有的事情的经过，就对自己的王子感觉到自豪。国王于是下令册立詹塔王子为审判官，负责将今后所发生的案件公平正义的审理。但是这个时候，滥用权力的另外一方，也就是甘塔哈拉婆罗门，被剥夺了曾经拥有的权力，他心中的嗔恨与烦恼迅速地演变成为对王子的深仇大恨。从那个时候开始，甘塔哈拉婆罗门便对詹塔王子充满了怨恨，处处盯着王子可能会犯的错误，企图要毁灭王子，报仇雪恨。詹塔王子从未怀疑过任何人，一直很公正地在审判着每个案件，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在着想。这是一位具备了高尚道德风范的领袖，因此王子完全不知道有人随时随地地在暗中紧盯着他，一直想办法找机会伺机报仇。因为王子让对方丧失了既得的利益跟权利，由于王子在过去世的业力来报应了，虽然他聪颖灵敏过人，
能够公正无私地审判所有的案件，让老百姓生活得很幸福，博得大众的齐声赞扬。但是王子行善的时日突然被障碍了，完全无法发挥出他的智慧与能力。这根本原因是国王的智慧不足，很容易受到旁人的挑拨唆使。所以国王赐给王子的地位跟权力，到后来反而成为伤害王子的武器。这件事情值得我们学习作为借鉴，因为它不只会发生在古代，任何时候也会历史重演，再度发生类似的事情。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一天的黎明，国王梦见自己站在亮丽辉煌的刀立天上，看见了天界的幅员辽阔，天色金碧辉煌，天宫的大门点缀了闪闪发光的宝石，宫墙也都是用七宝所堆砌而成的，道路则是用金光闪烁的金沙所做成的，宽度达60由旬。国王看到的地势天宫高达1000由旬，格外的精致辉煌，凡间的建筑物根本无法与之比拟。虽然国王的皇宫是布帕瓦提城里最豪华而美丽的建筑物了，但是一与地势天宫相比，就好像是拿穷人的茅屋去跟大帝国的国王宫殿相比那样。地势天宫的周围充满着翠绿成荫的花园，种植了各式各样的花朵，如同难陀湾花园一样。公园里还有赏心悦目的水池，例如难陀水池等。这些美丽的大自然景色范围无穷无尽，宽广无比。另外还有许多庄严美丽的天男天女在地势天宫里面载歌载舞，弹奏乐器，跳起舞来如同星星在天空闪烁一般。每位天女的容貌与身材都十分的姣好，即使是国王最美丽的宫女，一跟这些仙女相比，就丑得像一只母猴子一样。倒立天宫的景物真是令人欢喜，并且就像真的一样，让国王感受到景物中的美丽。这一场倒立天的美梦终于醒了，但是国王清醒之后印象仍然相当深刻。国王很想亲眼见到梦中的天界，他心想，倒立天真是令人欢喜啊，我要怎么样才能去到如此庄严的天界上呢？目前除了甘塔哈拉国师之外，应该没有人知道他的方法了吧。那好吧，等到明天甘塔哈拉国师来觐见，我一定要好好的问他有关如何到达美丽天界的方法呀。甘塔哈拉婆罗门等待已久的报仇机会终于来临了，他将会如何用这一次独立国王的梦境来报仇呢？报仇的方法又是如何的进行呢？敬请继续观赏下一集。